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课程到信的部分今天我们首先呢，从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亦有去。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这个京剧来研讨。《弟子规》有很多句子它的对比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态度。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个两个金句，是我们闻过闻怒的态度，但这个却是一生成败的关键了，包含后面泛爱众，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解脱。我们言语的态度都是称赞如来，还是扬人家的恶？这口为祸福之门呢？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习惯是称赞。那可能带动一个学校的风气了。人知之，欲失眠了。那这个学校的风气就是普贤行了。称赞他人，称赞如来。大家有一些教学上宝贵的资料，都会愿意奉献出来。这就是广修供养。我们一起共事办一个活动后面总结经验，都是自我反省，没有指责他人了，这忏悔业障啊。所以老人家那一句老人家佛法啊，佛法就是生活。不只是不理由，就是了。哇，那我们能这样去用真心其实普贤行就跟真心相应了。那学校是普贤道场，班级是普贤道场。所以。我们得感受到一个习惯，一个态度它的差别非常非常的大，首先对自己的受用就很大，延伸到自己的团体、学校，那影响的面呢就大了。那。我们看呢，闻过怒，听见别人说我们的过错我们发怒了，生气了，当然这个也实在是人之常情一般人难免会这样因为他的心里。他希望在别人的心里是好的、尊严的。人家提醒他的过错了，他一下子觉得有失他的尊严，有失他的面子了，难免会不舒服上来
哦，那听到称赞呢，就高兴。啊，这闻欲乐。那这样的态度啊，会赶来呢，损友来不好的朋友啊，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喜欢听好话了。啊，来这个溜须拍马了，啊，那益友去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益友啊，想到《论语》讲的“益者三友”，啊，有直，啊，这朋友很正直啊，不虚伪。啊，正直啊，那就一心为我们好了。啊，有量，啊，这个量是宽恕，能宽恕别人。啊，有多闻，啊，他见识很广啊。哦，我们俗话说"听君一席话"，啊，胜读十年书，这是有多闻的朋友了，那这个益者三友，第一个就是正直了。啊，假如正直的朋友劝我们，我们都不接受，那他也不能强求姻缘了。所以益友去了，其实这个时代啊，谁也不想得罪人了。哦，这个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来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好的姻缘不能够珍惜啊，往往就是这个面子害的了，啊，或者这种自我感受啊起来了，我们就是情绪烦恼做主了，啊，不理智了，不能体会到对方的良苦用心呢？啊，你比方说，我们情绪起来了，父母苦口婆心了，我们听不进了。哦，那父母都听不进了，那良师益友也很困难了。哦，所以我们这一个。闻欲恐，闻过心啊，还得先从哪里练起啊？先从父母劝我们啊，我们要能接受不近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背礼啊。啊，我们不恭敬、珍惜父母的提醒啊，我们很尊敬。珍惜别人的劝呢，这有点怪了。好，那能够啊，闻欲恐，哎，听到别人称赞呢，诚惶诚恐啊，哎，这个恐是能够自我反省。哎，我有没有别人讲的这么好？哦，还是只有虚名？哦，但别人看到可能是我们的外相啊，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实际上修行的功夫。那人家称赞也是一片好意啊，但是我们得反观呢。啊，所以《论语》当中有提到法喻之言，能无从乎？啊，这个法喻之言等于是别人很义正言辞的提醒我们，啊，这个就闻过心，哦，所以哎，谢谢你的提醒。
但进一步呢，改之为贵。哦，你这个，哎呀，谢谢你啊，不是装样子的，哦，是发自真心的，珍惜别人的提醒，不糟蹋，那一定会去把它改过来。啊，假如我们只是当下说，哎呀，谢谢你提醒了，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啊，那我们就刻意要装能接受别人劝给人家看，那个还是耗名闻利啊。啊，所以修行都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状况了。哦，所以孔子这些教诲都很有深意啊。啊，不能学成装样子给人家看，不能学成乡愿这种情况了。所以改之为贵。哎，那我们有没有静下来回想，或者有没有记录下来？哎，曾经父母提醒过我什么？啊，老师，哎，同学、同事提醒过我什么？啊，假如我们现在一回想啊，其实都记不住了，那也代表我们这个受戒的态度啊，还是不够的。哎，哦，其实很多地方啊，我们都会自我勘验的。那。训誉之言，能无悦乎？义之为贵。训誉之言是给我们肯定、赞叹。哦，这个是文誉啊，哎，口。所以《论语》提到了。能无悦乎？啊，人家给我们肯定，当然我们，哎，很受鼓舞啊，很欢喜啊。但义之为贵，啊，这个义呢，就是要寻思思考，哎，我有没有对方讲得这么好？哦，不然随着人家赞叹呢，可能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很高了，很好了。哎，没有反思啊，其实我们还不够名副其实的。哦，那孔子说：“义而悦而不义，从而不改，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啊。”所以假如是人家肯定很高兴，但是没有反思啊，自己有没有名副其实然后人家劝谏啊，我们这个接受，但是之后没有去改，那孔子说这样的情况啊，他可能也帮不上忙了。因为啊，我们没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还在自己骗自己了。啊，一个人不突破自己骗自己啊，人家要帮我们不容易啊。比方说，人家劝我们呢，我们自己骗自己啊，会有很多理由啊，借口啊，我们理由借口一出来。啊，人家一看，啊，时机不成熟啊，就不会接着再说那从我们要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呢，我们这一生闻佛法的人呢，
是要了脱生死轮回啊。哦，而老和尚说的啊，修行这一件事啊，就是两件事：知过、改过。那一个人要怎么知过呢？哎，成年人要知过。不太容易哦，啊，因为我们呢，可能习惯了，自己不一定察觉得到了，所以我们修行啊，有几关要过啊，有一关是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啊，我们有那个习气啊，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比方自己有傲慢，哎，别人提醒，哎，你有傲慢哦，哎，我有吗？自己没感觉，哎，但是同事都觉得有傲慢了，但是自己确实看不到，那是浑然不知。哦，还有一关是不能自欺，哦，就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啊，不是没看到哦，是不承认，这是自己骗自己了啊。比方说，哎呀，你脾气小一点了，不要生气了。我有生气吗？我有生气吗？哦，那这个就明明自己动气了，还不承认了。好。所以啊，这个孔子有感叹啊，这已矣乎！吾未见人见其过而内自讽者也。哎，这一句话是2500年前孔子的感叹。哦，我们学《论语》啊，哎，一直啊，李炳南老师的教诲来深入。啊，假如有讲要的啊，在211页这一句的意思啊，是孔子说啊，已矣乎是罢了吧，我未见过有人能够见自己的过失，见其过，而内自讽者也，而在内。内心人责备自己，未见就是没有见过，就很难见到了。能见自己过，又能悔自己的过，内自讽是责备、忏悔自己的，哎，还没有到改过哦。哦，所以能知过悔过啊，就已经很有善根了。孔子说这样就不容易见到了。那我们看212页说到了，松阳讲义啊，天下有一种人呢，全不知自己差了，将差处啊。都认作是处，自己不妥的，他还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举个例子自己男女关系混乱还觉得自己挺风流的，自己挺有本事的那这个就是把差处啊。认作是处了，哦，那是不知自己的过了。哎，那又有一种人呢，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牵制，甘于自弃。那等于是我们知道过了，可是。
没有下决心去改了，啊，其实不进则退呀，啊，这个过，这个习气啊，就好像生病了，啊，病拖越久越难治，啊，我们的习气过失拖越久啊，也越不好改了，好，那就变成甘于自弃了。因循苟且了，哎呀，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啊，中华儿女难当啊，我们都具足了，真的是此生不将今生度啊，更待何时度此生啊？不能糟蹋了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姻缘呢，啊，但这个因循牵制啊，这个是最大要突破的问题了，啊，所以了凡先生说到了，天下聪明俊秀不少，啊，素质不错的人不少，啊，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只为因循二字啊，耽搁一生呢、啊。哦，所以我们这一生要冲出轮回啊，要发大勇猛心啊，立决定志啊，决定要出轮回，决定要把这些习气呀、啊、对治改掉。这些习气不去掉，它一定把我们留在六道轮回之中的。啊，或只在口头说过，啊，就刚刚说的，这个法喻之言能无从乎？啊，对对对，我有这个毛病啊，但是没有去改了，啊，此事不能内自诵了，啊，就是知道有过，但是不能去自我反思。去下决心改掉那知过悔过啊，这么难，原因在哪呢？受三件事情的影响啊，一呢是为啊气质做主而不能变化，就养成习惯了。啊，得过且过了，所以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啊，要把本来不对的改过来，这个气质就转了。啊，一是为物欲牵引啊，而不能割断，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啊，财色名利呀，不能慢慢把它放掉啊，那我们就被欲望控制住啊，就很难提升了啊。欲令自迷呀，利令智昏呢，做不了主了啊。一是为习俗陷溺，而不能跳脱。啊，整个风俗啊，外在的大环境影响自己那就有可能是随波逐流了。现在我们共同面临一个风气就是这个手机呀。现在已经溃成风气了，啊，大家坐捷运啊，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呀，一看大家都在干什么？都在看手机了。哇，那个无形的风气呀，影响还是很厉害。
老和尚多次都说啊，我把手机丢掉了。啊，请问大家这个讲给谁听呢？所以我们刚刚说知过很难了。啊，这里分析了三点呢。啊，讲到这里呢，我们再补充一点呢。哎，我们听经的时候啊，要当做老和尚对我讲的，这样容易知过了。我记得啊，这个好多年前了，可能差不多19年前了，在海口的时候啊，我在台上讲啊，这个底下有一对夫妻啊。啊，我讲着讲着呢，啊，那个先生呢，就转头看着他太太，啊，他虽然没说话呢，我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了，他那个，无言之语啊，就是老师在讲你，啊，结果他太太马上回敬一个眼神，瞪他一眼。可能是你也差不多了啊，哦，这个先生是伸手过去啊，拍拍他太太，才看他太太，然后中间坐着他儿子，哇，火药味十足啊！啊，我在讲台上很怕会不会擦出火花，哦，那也常常啊，看到。听课的人，听听听，哎，眼睛就摆到，哎，他先生身上了，啊，再讲讲讲，哎，眼睛摆到他儿子那边去了，啊，假如他刚好全家都来听课啊，就看他当下不是坐得很安定啊，常常移来移去啊，那不是讲的课都是，他都是关注在讲谁谁谁。好，我回去好好再推一把，再啊，这个乘胜追击是吧？那这个当下听的都是越来越见人过了，那没法修行了。哦，六祖大师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给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因为我们见人家过啊，放在心上了，我们就不是真心待人，真心一法不立啊，结果我们见他过就有一法了，而且这个是染污自己的清净心呢。啊，老和尚说，不要把别人的垃圾啊，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哦，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要知过，听经的时候啊，哎，当机者讲给我听的，哎，看到别人有什么情况了，拉回来反省自己，那变善财童子53餐了，见人恶即内省，这样就容易。能够知过改过了，哎，有则改，无加警。好，哦，所以啊，因为有这些因素啊，有过而不能见，不能自送自己的过错。好，那知过不容易啊，那我们要想方法怎么达到知过啊。刚刚说，哎，听经的时候自己是当机者，啊，见人过的时候拉回来，
啊，唐经川先生呢有一段啊格言呢，很有味道。他提到啊，需刻刻检点自家病痛啊，病痛就是毛病。盖所误于人，许多病动处，就是我们讨厌别人的这些毛病。若真知反己，能把别人这些毛病拉回自身来，则色色有之。就是或多或少，我们有。所以这一段话，哎，为什么拉回来会很有力量？因为我们讨厌他这个习气。可是，一拉回来，哎，我也有，不好意思了。哦，本来很讨厌，你看这个人都这样，哎，我自己也有，那个就不好意思说别人了。哦，而且古人也说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也是不容易见自己的过啊，所以我们看唐太宗，他求人家劝他，啊，其实舜王就是最好的榜样啊。我们后代这些成就功业的皇帝呀，他们的榜样就是尧舜禹汤啊。他们都读尚书啊，都是依这些圣王为榜样。啊，在座应该有舜王的后代哦。啊，尔东城、古月胡，啊，人字旁的富，啊，女字旁的尧，啊，田地的田啊，这些姓都是舜王的后代。大家身上都有舜王的 DNA 呀，啊，是可以发扬光大的，啊，无念而祖啊，欲修厥德，《孝经》说的，念着自己的祖先呢，效法他们的德行，啊，不知道诸位舜王的后代啊，有没有从四书里面找一下舜王的德行？啊、哦，有很多、哦，你把它汇起来啊，常常以此自勉啊，哇，真的能够得日进，过日少啊！尤其舜王，你看孝顺排第一的，哎，他领导也排第一的孔子赞叹：“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啊！”啊，公己正南面呢。哦，他当皇帝也很会当。好，哦，所以舜王也是强调啊，在朝廷之上啊，你们有什么要直接跟我讲啊，直接提醒我，不要散了会啊，还在背后讲我。好，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啊。开会的时候啊，要制造一个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能够讲真话的风气你不要搞得呢，开会的时候没人敢讲话，出了那个门大家都讲话，这样不好。哦，这领导者。会带动整个风气哦，而且要信任啊，我们的心念是信任，感召的就是彼此信任啊。尤其我们是传统文化的团队呀，我们又不是搞来搞名闻利养的啊，大家也都是发心来的嘛。
哦，那察自己过，自己是当局者，旁观者清，所以我们体会到啊，旁观者清了。而我们从自身的道业我们要知过才能进步了。再来，我们从我们所做的大众的弘法事业，假如没有适时调整不妥的地方，那事情坏了怎么办？所以，其实越位置越高啊，因果越重呢。那当然，希望大家能提醒到问题呀。哦，所以这些我们得冷静想想我们来到这个因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哎，这是本分事啊，我们遇上了，不能袖手旁观，哎，进来扛起来，哎，我的初心，但求无过，尽一份力量。哎，但是处在管理的位置了，哎，那希望大家呢多多互念呐，好，所以很多人很羡慕当领导，我是觉得不好玩啊，我现在干了20年了，都是戴罪立功啊，做错太多事情了。你做错事，事情结束了，他有业啊，事业事业啊，哎，所以我现在记忆越来越不好了，做错太多事都有业啊，赶快念佛消业障啊，哎，不然现在转头即忘这个都是业力现前的样子，但是不能紧张，哦，要更勇猛。扭转乾坤呢、那这个闻欲恐啊，其实我们真正知道啊，名誉啊是福报，名誉是福报哦，所以我感觉我们把道理想通了哈、不要争着要做主管，也不要争着要出名，不好玩啊！大家看我这个想增胖呢，那么多年了还是这么瘦，因为没有福报了，福报啊都因为有名啊折掉了，名不副实啊，这个损福报啊。哦，所以《了凡四训》有一段话呢，我们真看明白了。你那闻欲恐啊，就不难了。这个名亦福也啊，名是福报。世间享盛名而实不福者，多有其祸，因为他有名了。福报享得太快了，那就没福了，没福业力就会现前了。也有大众问了，哎，某某很出名的人，哎，他现在怎么出状况了？生重病了？其实这个我很有体会的，我们名不副实的情况。真的是会折福报的，那《了凡四训》又说了，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那我们面对人家批评毁谤，不止不会难接受了。
哎，反而逆来顺受了。啊，人家批评的对，我改；人家批评不对，哎，给我送福报来了。啊，甚至于还送到我的后代子孙呢，那也不是坏事了。哦，把这些理想明白了，事事是好事啊！啊，别人侮辱毁谤啊，也不是坏事情。哦，那我们看老和尚啊，他负责啊大专佛学讲座，总主讲。哎，当时候道安法师邀请老和尚。哎，结果有一次，啊，在讲座期间呢，遇到一位沈先生，啊，他当场啊，在现场啊，给老和尚发难，啊，批评，结果老人家呢，当场给他顶礼，啊，然后老和尚啊就离开了，哎，接受人家这个。公然批评老和尚，老和尚还给对方顶礼，啊，离开了。哎，后来啊，道安法师了解这个情况了，就对全体的学员问了，啊，那你们希不希望啊，这个净空法师再回来呀？哇！大家全体同意啊！啊，道安法师又把老和尚请回来，继续大专佛学讲座了。哎，老和尚在面对人家的这种批评、毁谤的时候，给我们表演了，还礼敬对方了，给对方顶礼我相信啊。老和尚再次回来啊，这些大学生对老和尚那种恭敬啊，更增加了，那个可能听课的珍惜度更高了。为什么？哎呀，这一位法师不止讲的精彩啊，人家那个忍辱功修养真是了得了。那我们看老和尚给我们表演了，啊，我们是他的弟子啊，我们得效法他了。那真的，人家公然批评我们，是坏事吗？你当下能像老和尚这样，那就不是坏事了。同学们学到忍辱了，啊，而且更珍惜。跟老和尚学习的缘分呢，所以真的是用对心了，就没有坏事了。好，那我们能够闻欲恐，闻过心，啊，直量事，啊，正直。诚实的啊，这些朋友啊，渐相亲了啊，越来越喜欢了，跟我们亲近了啊。其实人生的境缘呢，都是感召啊，自己有闻欲恐闻过心的心呢，就会感召质量是渐相亲了。好，好，那当然这一段呢，是从啊我们接受别人劝谏的角度，那换另一个角度呢，啊，因为信的部分呢，啊，都跟言语有关，啊，那还有我们。
劝别人。哦，那这个也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劝别人呢，别人不能接受，可能有他的因素啊，也有我们可能要商榷的地方。啊，我们假如是劝别人的角色啊，这个劝的效果不好啊，我们还是要反求诸己哦，不然我们又变成，哎，闻过腥啊，你看我劝他，他也不高兴，那我们又变成拿惊叫去要求别人了，要求的念头啊，就是贪哦，会生烦恼哦。那这个《弟子规》啊，我们前面探讨过的啊句子，这个“亲有过，见识根，怡无色，柔无声”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就不多讲了。啊，我们的动机是为对方好，不忘这个初心。当然，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劝人有没有符合这一段教诲？因为我们一起探讨过了。假如我们探讨完了，我们劝人的效果还是不好，那代表我们还是没有用上了。用上了解决问题哦。用上了积功累德哦，没有用上，那我们还是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在处理事情了。这个都只有自己能自我检查，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哦，师父领进门啊，修行靠个人。好，那态度是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那个悦是抓时机，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啊，一讲到时机呀，归过于世事，那个就是一个时机点，你要掌握好。父是有耐性，啊，去护念父母，护念他人，啊，对方不能接受，我们也不埋怨，豪气水，怕无怨。那我们刚刚讲到时机点了，你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指责别人的错误了。那这个就适得其反哦，而且我们的同仁真的有错啊，亲戚朋友真的有错啊，我们的动机是为他好，不能让他这样出洋相啊。啊，我们跟大家一起交流了，老和尚。强调的儒家的心法，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其实这君亲师的精神呢，能够提醒我们用真心。哎，我们的心念跟君亲师的精神相应，哎，真心的状态。一不相应了，我们就是随顺烦恼习气了。啊，我们就举这个做之亲，你要把对方当亲人呐、啊，你怎么让他难堪呢？不会啊，哦，而且是高度信任他，就像父母信任我们，我们一点一滴，这个走路啊，说话就进步起来喽。
哎，对方工作没有做好，我们那个信任的心没有变。修行就是不能变心呐、啊，要用真心呐、啊。啊，我们还信任他，啊，哎，他做的不好，啊，我们跟他探讨怎么把事做得更好。哎，这个是高度信任。哦，而且不弃不舍，不遗弃对方，这个才是亲人嘛。啊，我们对自己的亲人都是想着怎么帮他呢？怎么会遗弃他呢？哦，当然，你已经提醒他了，他都没有改啊。哦，那这个时候为了警戒他，啊，那告诉他，我们这个门随时开着。啊、哦，但是你没有下功夫去改这一些呀、啊，那一个团体是有规范的。好、哦，我们随时欢迎你再来，但是你要改正这些地方啊，不然一个团体没有规矩了，大家都来这里放肆了，怎么得了呢？啊，哦，所以没有说传统文化不能辞退员工啊，没有这一条啊、哦。重点是你用什么心境辞退他？哦，你跟他对立起来了，那就跟他结轮回业了。你没有跟他对立，还是为他好，哪怕他现在不能理解，可能他又经过一件事啊，他说：“哎呦，我那个老板讲的对呀、啊，我那个领导讲的对了。”哎，有时候你一心为对方啊。对方不一定马上能理解，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啊？啊，做之亲还有不求回报，亲人之间呢、骨肉手足不求回报，可是。我们可能会起这些修念哦，哎，我培养你多久了？啊，我在你身上花多少钱了？你讲这种话呢，会伤到人家的自尊。哎，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真心啊？不是的。其实我们自己不是真心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讲别人不对呢？我们得正己呀、啊，而且是正己而不求于人，不要求苛求别人，人家才不会怨我们啊。我们自己顺着脾气讲话了，自己不对了，那还在指责对方，你说对方能服气吗？哎，人心啊，是互相交感啊。我们一提出来，哦，我培养你很多年了，你向对方会起什么念头？哎，我干了那么多活啊！哎，互相交感了。哦，假如你付出很多，你只字不提。啊，对方错了，你还包容，你厚道啊，要感得对方，哎呀，自己升起了，哎呀，这领导对我太好了，我还给他添乱了，我太不应该了。这种心念是对方很自然良心提起来，而不是我们要求出来的，苛责出来的。哦，所以君亲师这三个精神呢、啊，真的是我们的护身符啊！我们对照对照那个精神呢、啊，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还跟这三个精神有很长的距离啊。我们提升自己时间都不够了，不能净挑别人有问题了。君以身作则。
哦，我一提到以身作则，我就很心虚了。哦，还有好多地方都做不好了。使命感，大公无私。纳谏，哎，能接受劝谏，知人善任。一个领导者，你用对人，大家服气了，向心力都来了。哎，你用错一个人，大家无奈了。哦，是做之君呐，重要啊，做之亲，我们刚刚讲的这几点。高度信任，哎，提醒自己在任何时候啊，都不怀疑，人之初性本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再来不弃不舍，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呀，不舍弃任何人。再来。不求回报，哎，这个才是符合啊，行菩萨道哦。行菩萨道，三轮体空，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哎，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失之物。哪有我们送了人家东西或者这个付出了？我们都还记在心上，那这是有求的心呢。我遇过一个企业家，很难得啊，他这个转念的功夫很好啊，他做餐饮业的，做得很成功啊，他本来是歌星呢。这歌星唱得非常好啊，如日中天呢。最后他退了，他说这个演艺圈变了，好多潜规则出来了，那些部分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了，他退了，做饭店，结果发展得很好啊，他很用心啊，他20多年前办。餐饮啊，他就知道要有企业文化。哎，这个是真的把员工当自己的家人一样爱护、教导啊，不然怎么想说要去弄一个企业文化呢？哎，我们呢？我啦，我是从大都市成长起来的人啊，受到那个都市的。哇，名利呀，大家都很努力在追求啊，哎，不是我一学佛了，一下子全部都是意义，没有利的心呐，还是会呀，找人来干什么？帮我做业绩出来啊，那这样就是利了，不是义了，到我们团体来，我们能够重义，把它培养好。这才是义呀！只是看到人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只是一个干活的这个工具而已啊，这样不妥当的啊。我们是弘法团体呀。任何人来义工来，我们都是用法供养他，希望他在这个因缘当中，哎，修学能得力呀，那这个企业家，他当初说招这些员工都十几岁而已，还没20岁呢，跑到大都市来工作了，结果都叫他妈妈。那他这样培养培养，结果有一阵子啊，
哇，人家都以啊很高的薪水啊挖他的人，啊，他当时觉得啊，我的这个天都快塌掉了啊，怎么过没几天啊，某个重要主管被挖走了，在那睡不着觉啊，翻了翻，突然转了一个念头，他说：“人家来挖我的人呢，代表我的人带得好啊。”哦，代表我教育的成功啊，没关系啊，为天下所用。哎，这一念转过来，他本来痛苦的要死啊，哎，很欢喜的。哦，所以这个佛门说，转念呢、啊，真是很有味道啊，烦恼即菩提呀、啊。哦，哦，那后来呀、啊，他收掉了。他的员工在这个领域发展了没几年的时间，哎，跑回来找他，都当老板了，因为他教育的好啊，所以，哎，他们自己去发展之后，很快自己创业了，哦，或者很快就升到很高的级别了。是真正用心带呀、啊，而且那个付出没有求回报啊。好，这个是做之轻。啊，师父这些法要啊，对我们修学真的是很有帮助啊。好，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这个不是故意做错的，称为过错。啊，这个明知故犯，或者是处心积虑，就是有心非了，那这个就名为罪恶了。啊，那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真于故，不小心犯了过错啊，勇于改正，那过就会越来越少，啊，见归于无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呢。好，那如果故意啊掩盖过错，那反而又增加了一项掩饰过错的罪恶了。好，那这个无心非名为过。我们虽然是无心的，比方说不小心踩到了昆虫但是我们呢，也经历这些事之后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啊，举步常看虫蚁，那这样我们对于无心的非呀。我们的警觉性会很高，不再犯同样的问题。比方我们在团体里面生活，不小心动作太大了，那个门哐，自己不是故意的，可是很有可能呢，那个睡眠比较浅的同学被吵醒了，结果他一夜没睡了，睡不着了。好不容易睡着，哇，被我们给吵醒了。可能隔天还有很重要的工作，那他不会很，不是就落入很辛苦了，很痛苦了。
那这样发生过一次了，那自己的要轻手轻脚了，不能再犯同样的这个问题好，那有心非呀，名为恶了。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啊，不能自欺呀。要很真实面对自己。我们做任何事情啊，这个念头不能夹杂私心，这也是有心非了。不能夹杂嫉妒的心，不能夹杂这些习气呀。我们真的希望自己能得日进，过日少啊！对自己的这些念头啊，关心为要啊，不能让它偏了。不然可能就越陷越深而在自己的习气当中啊，无法自拔了。那过能改呀，归于无了。那我们不可能呢，没有过，但是能勇于改过，也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所以《论语》当中有提到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君子的过错啊，就好像日食月食这样。那日食月食很明显啊。那这个人一抬头就看到了。过也，人皆见之。君子的过错展现出来了，人家都看到了。更也，能把它改正，更正过来了，人皆仰之。还是很敬重他，敬仰他。所以，假如我们有过错，别人知道了，我们不要。好像闷闷不乐啊，那其实那个变成好面子了，要过，我坦然面对，我期许自己后不再造，很用心的把它改过来了，俗话说的，浪子回头啊，金不换了，所以人家看到那个猛然醒悟改过的人啊，都是竖起大拇指了，金不换了。那我们都是成年了，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佛法，我们还没接触以前，也有一些习染。我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啊。假如我们能真正好好去改过啊，那我们这些过失啊、习气啊，一转变成供养别人的资粮，所以也不是坏事哦。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做错的事也不是坏事哦。我们一觉醒过来了，人家感觉。哎呀，某某人都能改呀，哇，那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就给人家信心了。不要懊丧在以前曾经的错误要惭愧、奋发图强、奋发改过。
哎，有这种惭愧、奋发、改过的心呢，哎，上天会加持，佛菩萨会加持。啊，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榜样，啊，我不知道现在教科书有没有改掉啊，周楚除三害啊，他生活在当地啊，当地人都说有三害啊，一是猛虎。一是角龙，再来就是他，他帮人民除害了，他的这种惭愧心提起来了，你看被记在历史当中啊，这、就是东晋的人根也，人皆仰之啊，当前跟后世的人都很敬佩他了。那我们这几句呀，感受到知过改过的重要。榜样呢？指路指路在修学方面啊，很多我们的学处指路无数怒啊，这很讲信用的人。包含指路，指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他听到一个好的教诲啊，他那个力行的态度非常强啊，我要好好把它做到啊，我不要求啊，要听很多道理啊，我要把它做到。孟子提到子路是人告知已有过则喜，别人提出他的过失啊，他很欢喜。别人来帮我的。大禹是闻善言而拜，听到人家好的教诲啊，他礼拜，感谢。我们以这些古圣先贤呢为榜样来效法。我们这个整个过程呢，讲了不少老和尚的故事因为他是我们最近的、最亲的老师了，我们得观察他如何落实经教，我们观察到了，进而效法他老人家了。好，我们看下一个单元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在这前面两句泛爱众，广泛爱一切大众。假如我们是学佛的，那这个众可以延伸到众生呢。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从亲爱自己的父母啊，延伸到亲爱人民，仁民而爱物，从亲爱人延伸到爱一切的生命。因为这些生命、这些众生呢，他们也有知觉啊。你伤害他，他很痛苦啊。那蚂蚁也贪生怕死啊。他们也有他们的伦理呀。你把他们拆散了，他们也很痛苦啊。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那穿山甲，人，把它拿来吃了，结果烤一个穿山甲，怎么烤呢？它的身体都是紧缩着的，烤到身体都烧起来了，
还是紧缩着身体，拉都拉不开。哦，后来这个在烧的人放弃了，就把它放在一边。哎，结果这一只穿山甲才打开呀，因为它抱着自己的孩子，你看他身体都坐起来了。你说一般早没命了，你看那一念母爱呀，他那一口气一直撑到全身烧起来了，他还撑着了。后来一放啊，他就整个张开了，他的孩子就跑掉了，救了他的小孩了。啊，我们听到这些事例啊，那动物也有它的伦理啊，我们怎么忍心去拆它们？哦，所以因果经里面提到了，我们打鸟啊，会赶来什么？赶来自己家庭的离散了。你一打人家母亲，这个子在巢中盼母归，你把人家母亲杀害了，那他的孩子没人养，甚至都死了，那怎么可能我们不会赶来果报呢？哦，哦，所以这个标题啊，其实对我们，不管是学儒的，儒家《论语》这个仁爱的仁字提了100多次啊，学儒的核心呢，仁爱心。啊，那佛门是慈悲为本呢。好，那好，凡是人，这不论他是什么人呢，皆需爱，我们都要爱护，不要伤害他，因为他们都是别人的子女，别人的家人，你欺负他，他全家人都难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一个人很珍惜自己的伦理，啊，你很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兄弟姐妹，你不忍心去伤害别他也有父母啊。啊，你看我们到人家家里面，啊，像我到朋友家。他介绍，哎，这个是我姐姐，啊，我马上就恭敬心就起来了，哎，我有姐姐啊，啊，所以《孝经》说的，啊，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啊，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啊，因为我们会从自身再延伸开来啊，啊，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也要尊敬别人的父母、兄弟了。哦，那首先呢，是以天地来让我们效法。人都是受天地的化育，也是天地的小孩了啊！啊，我们不能呢伤害。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名副其实”《三字经》说：“三才者，天地人。”那我们并列三才哦，我们要名副其实啊，不然这个我们常常念人是万物之灵啊，好，我们假如再去伤害万物了，哇，那我们这个福报折的就厉害了。
要学天地一般的博爱啊，因为天覆盖着万物，来滋润万物啊！啊，你看上天下雨，公平的下下来了，哎，吸收的不一样，那是每个植物它自己的根。啊，它的深度广度不同啊，这个不是说上天有私心啊，这天同覆啊，地同在啊，地承载着万物，生长万物啊，天表父亲啊，地表母亲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是父母的爱啊，父母的护佑养育啊，我们才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学啊，天无私覆，地无私在，啊，日月无私照，哎，五十三参，为什么大乘佛法在我们东土这么兴盛？因为我们的祖先啊，5000年甚至更久啊。不止以人为师啊，还以天地万物为师了，啊，所以64卦都是天地的象，我们都拿来启发自己，啊，拿来领悟人生的道理，哎，这是我们呢，要效法我们祖先的地方哦，祖先都是53参，三才童子。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学习啊，性高者名志高，人所重非貌高，品性高尚的人呢，他的名声自然高啊，那个不是求来自然感召来的。啊，人所重非貌高，人们敬重他的德行，并不是他的外貌啊是否出众啊，所以德行啊赢得人家长久的尊重啊，长得很好看呢，很难赢得人家长久的尊重啊，可能一开始人家看了。哦，哇，这个人长得挺好看的，啊，有身体呀，好感，哈，就，但是呢，一跟我们一交谈，一相处，哇，见光死，哦，撑不了3天啊，人家说啊，我看还是离他远一点好啊，哦，所以好看撑不了几天。呵呵甚至于这个好看，最后人家说：“哎呀，长那么好看，但是哈、哦，这个人家可能更反感了。好，你看，怎么长那么好看，心狠手辣是吧？哎，心肠不好，我、哦、好，所以这个重要的还是德行。”所以这个不要去羡慕人家的外貌啊，财大者望志大，才能大的人呢，身旺自然大啊，人所福非言大，人们所信服的啊，是他的真才实学啊，非言大是。并不是只会发表言论的，啊，并不是只是说大话而已的。其实你说容貌能撑多久？口才好，会讲大话，又能撑多久？那日久就见人心了，啊，那气球吹得再好啊，它会破啊。
哦，可你到时候破了就一文不值了，啊，被人看破了，你信用就扫地了，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啊，我们闽南话说的，叫跨破卡丘啊。哦，我现在念闽南语哈，嘴巴肌肉不算很顺畅。啊，代表平常讲的机会太少，啊，诸位同胞啊，有时候我来几句啊，我是不忘这个母语哦，而且老和尚说，汉文化，日本、韩国、越南，啊，这些我们这些地区要团结起来啊，把汉文化发扬光大。啊，凡是人皆需要啊，要照亮全世界的心田。现在都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为主导了，所以中华文明要放光啊！哎，全世界接受中华文化机缘最好的。就是台湾同胞了，这个你们承认吧？好，你们承认啊，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接受的中华文化教育最好，代表怎么样？你要奉献的更多，不然是有罪过的。哎，老和尚说的。你把你学的东西没有拿来利益人呢、啊，埋到棺材里呀、啊，罪过罪过啊！哦，而且啊，这个老和尚都说啊，你要复兴文化呢，这10年是关键呐、啊，不然一些年纪长啊，而对文化下功夫很深的，到时候他们走了又没有传下来。你看多可惜啊！所以，台湾应该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火车头才对呀、啊，这是责无旁贷当然我没逼你们哦，哎，我还是从我做起台湾那么多。学有专精的，啊，你可能唐诗他专攻的，尚书他专攻的，他假如能用第二国语言，他会英文，他把他专精的用英文讲出来，他懂日文，他把他专精的用日文讲出来，他懂越南文，他用越南文把它讲出来，这样。这些专家所积累一生的瑰宝啊，都是汉学、中华文明，就可以散出去了。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那。啊，人幸福的是真才实学的，不是口才，口才撑不了太久。当然，有真正的才能的人呢、不会夸耀自己的才能。这个我们要会判断啊，有真才者必不精才，他不会去精夸自己的才能。有实学者，必不夸学。这些句子都教我们判断人，不然你判断错了一个重要的事情，给了一个精夸之人那个事就黄掉了。所以任何时候不能激动，要冷静判断，尤其用人。现在该冷静的
时间点了，太多了。现在诈骗集团好多啊，你一慌啊，可能就中了他的计了。我们平常要有定力啊，阿弥陀佛，常常念。啊，一看到什么讯息了，先别紧张，别慌张，啊，先定下心来，搞清楚状况。啊，我最近身边的人呢，就发生好几起诈骗事件了，幸好都没有被骗，他们都有在念阿弥陀佛，哦，都冷静下来一确认，都骗人了。哎，我们的孩子啊，以后面对的社会啊，不简单不简单身体会有病毒啊。精神现在也有病毒啊，有很多染污啊，有很多社会当中这些污染、诱惑，甚至是这些诈骗的事情，啊，他整个精神呢，如何能够不被染污，这个都要从小教啊。他要有定力啊，啊，他要有判断力啊，他懂得非圣书秉勿视，必聪明坏心智，是非善恶邪正厉害，他会判断。好，我们为孩子一生着想啊，他们以后面对的人生比我们考验还多啊，我们现在身教言教啊。要使出浑身解数啊！啊，以后啊，他们会一辈子感谢我们的。哦，就像我刚刚举的，哎，他是做老板的人，他真的把员工当子女啊。现在员工个个有成就，都感谢他，这个叫积德好啊，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